仔细想，有约翰你能帮我找材料，我只要专心钻研火线真的蛮好的。听不出你是在挖苦还是在称赞啊？称赞，称赞好吗？瘟疫后22还是25的今天，需要人正面点。随便你啊，正面，有些事情得有人做，别来烦我。哈哈哈哈，有什么好笑的？不好意思，没有恶意，给你拍拍。被灵魂纠缠有这么有趣吗？没恶意，约翰，我也常常看到他们。火箭真的可以完成吗？说过了，透过火箭我们会。我们将灵魂送往天堂，我知道这是你的责任。嗯，所以明明不是女巫，却一直遇到他们的我，是被诅咒了吗？我不太清楚，但如果是现实的世，现在的世界，能与灵魂为伍，对我而言是种祝福。即使每天骚扰你，即使每天骚扰我，也好过独自一人生活。只有这种时候说话才像个女巫。啊，不管啦，我们赶快来修，这怎样？火箭13号最大的目标应该是突破100公里，什么时候才能发射火箭呢？哦，这是可以把它架上去这样子，突破100公里哦。来，我们先来修一下尾翼啊。我们前面还有三段没有做，修尾翼时间，好，可以的，我们再去外面找吧。哦，这边还有好多装备哦。那像这个就是雨靴，需要那个雨靴才可以前进。其实就是说，他在做这个火箭之外呢，可能还会有一些小小的支线任务可以做这样子。这游戏有没有存档啊？其实我蛮好奇的、欸。约翰，谁？宇宙战要开始了，快点！我最喜欢火箭了。是谁？你在说什么？小约翰，过来！我知道你最喜欢看这些，该不会是老爸的灵魂吧？我想回到银河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要留下我们？闭嘴！该死，又做了梦了。啊死！每天被灵魂骚扰。火箭现在缺少什么零件呢？对了，火箭鼻锥好像缺少了作用的材料，记得方恩就以前提过。整理一下思绪，火箭啦啦啦又整理思绪了。前排，好，哇，金属废料跟冷却炉，靠，这个好多、哦。好吧，既然已经开始要找了，那我们就试试看吧。我们现在连雨靴都没有，雪靴都没有。跟着灵魂走，欸，下面那一坨卡车前头有一坨，那什么、啊？看看卡车前坨，这边这什么东西？哦，这是什么？电子废料。我们是不是要两个电子废料啊？欸，没有，那是金属废料，没关系，电子废料我们就暂时先拿着，以后一定有用。这什么东西？刚刚显示四个，哎，算了，这边应该会拿到很多一些加工的材料。我们花了，这什么东西啊？火箭材料到手了是吗？圆锯片，常来这边谈生意，这并不是我们要的啊。没关系，要我们就加减拿。不过已经5点了，哇，好多哦！那捡宝大哥大哎。听我说，现在已经是晚上5点，下午5点半了，要晚上了。而且我们继续找，不知道找过头会怎样。找过头会不会就半夜出现僵尸了吗？没有，开玩笑的。谁路过我身边？哇，超多灵魂的、欸。火箭为什么没有升空？为什么没有出方舟？许好生哦，还是回头吧。已经消耗许多体力了，所以决定回头。太晚了，身体不太舒服。我们身体不舒服，我们要回工厂休息了。所以说，我们还是没找到材料。然后他已经把这个修好了。了解。我们看一下方翔说什么。希望
生者得以安慰，亡者得以安息。完了，我们火箭还是没有地方可以建造啊，我们没找到任何东西，材料不足。我们带了一堆锯片，不知道干嘛。说真的，一堆奇怪的材料。看来只能去睡觉啦，明天再说，太晚了。火箭还缺什么东西？仔细回想一下，明天再找。哦，所以说没有剧情的部分，就直接就是过了一天，然后把它带来这样子。昨晚方交代了什么事情？想清楚。一样啊，是这个啊，记住。所以说到底怎么办？时间有限呢。第二个仓库里面有什么？这什么东西啊？奥博士工厂关闭通告，即日起火箭关闭啊、哦！一个类似牌子的东西，这也进不去。所以说我们要的材料到底在哪里啊？哇，用滑鼠其实不是很好操作。我们往这下面走看看好了，试试看这里。以前就废弃了，以前随便闯进来都会被骂。听说大人们自从33矿物殆尽之后，就转移到东南方的马可夫矿场。东侧一路可以到马尔夫哦。0.1 小时。我们有什么金属切割啊？我们是有圆锯片啊，但是圆锯片好像没什么太大的功用哎、欸，需要一些切割器。不行，我们得设法找到切割器才行。靠，全部都要切割器，从哪？全部都要切割器是怎么回事？装备，切割器是这一台啊，我们根本就没有啊。但是我们有圆锯片，没有用。我觉得我要先稍微设定一下了，等我一下啊、喔！好，这样会方便许多，就不用滑鼠了。科科，哇，下午一点了，什么都没找到，这边全部都是圆锯工厂。我的天啊！欸，不行，这样会挡住啊！再有一次，把它放到这边来好了。就这样 ，OK， 太好了。这边可以下去吗？不行。哇，卡条。就找不到我们要的东西。各种圆锯片。欸，这边可以下去吗？不行。好了，已经确定这里无法再下去了。最左边需要雪靴才能前进。已经下午六点了。欸，没有，下午四点了。没户。就在旁边，蠢约翰，女巫要的东西，快把它切下来！是要切什么啦？吵死人了！要是手边有金属切割器就好，不知道有没有其他办法。附近所有东西都能用吗？想想一下，我还有什么该做的？金属切割器材料都找完了，该不该回工厂了？欸，我已经找完了、啊。是这个吗？欸，所以说切割器材料我找完，真的假的？我们回火箭工厂吧。等一下，这到底有没有找到啊？说好的金属费要找齐了吗，约翰？喂，谁跟你说好了？哦，这样下一个火箭发射的就会延后哦。
搭进这个，你先想想办法让它不会掉下来吧，不然再多材料也不够你用。这种伤说话真伤伤心。算了，晚一天发射火箭，多一天灵魂纠缠。喂喂，哪有你这种女巫啊？事实是如此哦。哎呀，好啦好啦，我来想办法，先去忙。说好了、哦。好啦，又过了一个晚上，什么东西都没找到了。所以说，我现在按我是可以拿来修，拿来做装备啊。去，每天呼来唤去的，算了。只是能切金属就行了吧？想想有什么办法。终于可以制作了，太棒了！哦，原来它是废弃的废弃材料，可以拿来制作、哦。那待会我们就可以狂切啊！我们可以狂切，是不是？先去睡觉，明天去下面切一切。小时候明明什么都看不见，好烦。算了，早点睡。金捆，假巴金捆。哎呦呀，惊死！撞门声，大伯，约翰，大伯，小镇的人都要南下了，我们要走了，你开门。我不要，我要留在这里。你爸妈他们不会回来了，这边也越来越冷了。我不管，你一个人能做什么呢？你想饿死吗？爸妈教过我，我知道怎么一个人生活。你不知道，我知道。你这样，我要怎么跟他们交代？你不用交代，他们说过我会回来找我的。开门，拜托，你开门，我说过了，他们不会回来了，他们早就……我不知道，所以他爸妈挂了，一场瘟疫让他们挂掉了，一场瘟疫带走了他们。吓醒了，没事的，约翰，没事的，我是约翰，我没事的，没事的。放在哪？对，他正在工厂忙着。为什么这阵子老是梦到以前的事情呢？小心使用点的话，金属切割器应该可以取得不少未生锈的板材吧？约翰，我是罗杰，帮帮我！我想完成火箭模型，不然我无法完成与儿子的约定。支线任务哦，牧场才大哥，你做什么样约定？我答应了儿子要做一个模型给他，但我还没把它壳装上去就得了瘟疫。约翰，拜托了，灵魂消失后你拿起了 地上的模型。哦，这些都是我们的记忆，送给儿子亲爱的儿子的杰森，仅次于29届宇宙杖。哦，请把我们带走。银河在哪里？好多灵魂哦。算了，不管，我们先赶快去切割再说，切割才是重点。所以说，我们到时候火箭发射上去的话，我们可以把那个办那个火箭木制的模型带上去，啊，让他们得以永生，是吧？快点，快点，时间宝贵，时间宝贵，时间一点一滴的流逝啊！约翰，是我，零件加工厂的叔叔，你爸还好吗？瘟疫第一届宇宙杖怎么样了？没亲眼看到，真是可惜。爸爸后来找不到零件就停办了，直接这样跟他讲好了。不可能，曼森先生他不会轻易放弃的人。灵魂的语气有所动摇，不肯相信你说的话。约翰，别走，你是在捉弄我吧？要是没有宇宙杖的话，奥博士要怎么营业呢？受不了，拿证据给他看。你先拿出先前捡到奥博士关闭的通告，怎么会连最后的希望都？灵魂的光芒逐渐暗淡，接着消失无踪。你在地上捡起了一封信，什么信呢？严大叔给爸爸的信。马修老友，我身体不太舒服，应该是很快就会发病。对不起，这一次无法帮你了。我会永远怀念跟你坐火箭的日子。地球在上，愿瘟疫啊，第一届葬你顺利。我告诉他的事实啊，啊，就是事实哈，无法度的代志啊。好了，快点，我们要来切割一下了。我们怎么又拿到一堆零件呢？我是要来切割的。啊，切割可能要往下面一点，不过要走路有点慢。那我们拿到了之后，还差什么东西啊？我们看一下，记住这些。冷却哦，冷却壳，先切看看好了。这不是我们要的啊！这什么东西啊？金属废料，
欸，是吗？这是我们要的吗？火箭会需要它？欸，有欸，好多哦，怎么那么爽啊？多切一点。哇，好多哦！等一下，我要切这个大的，2.5小时。欸，就是这个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冷却炉，冷却炉的壳体。拿稳了，女巫会需要这些东西。好，我们回去让女巫修一下，让女巫修一下。欸，这边可以存档，它自动存档，每回去都存档一次。火箭记忆完成了，火箭记忆完成了，约翰，你要不要看一下？没心情吗？没事的，我擦一下，待会就过去。这石碑好多名字。嗯，都是工厂的人，大家离开前，不少人选择把名字留在这里。留在这里？宇宙杖停摆后，教会的人就劝我们这么做。回不了银河，至少回得了生前的故乡。我以为你知道呢，女巫。抱歉，可能是我冬眠后的事了。没事。约翰，方便让女巫帮个忙吗？不用吧，能做什么？以后的女巫总该有些事要做，总有些该做的事。我要唱歌了。啊！好听，好听。月生者得以安慰，灵魂得以安息。地球在上，朋友们，希望我们未来与银河相见。真是的，多管闲事什么？哭了，哭了。约翰，我们要一起把火箭升空哦。知道啦。确定了哦。撇开你被纠缠，更重要的是他们都在等我们的火箭。对啊，都在等我的影片，讲得我好像附带的一样。怎么会呢？只希望大家过得好一点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要他赶快把前端做好吧。对对，他前端赶快加工。啊，玩到睡觉，干！睡前准备一下明天的行程好了。明天的行程，明天要做些什么？火箭发射后真的会好一点吗？四个零件已经完成了两个，接下来该缺什么呢？我们看一下中间这个部分，我们插旧火箭机壳。旧火箭机壳哪里可以做啊？旧火箭的机壳，难道说我们要到东部去探险吗？你们要去东部吗？我们去东部看一下好了。没记错，东部应该是右手边吧？是吧？嗯，走这边吗？切一下，切一下，耶！嘿嘿，抓到约翰啦！轮到你当鬼，只能躲在旧矿场附近哦。有点熟悉的声音，这是谁啊？我要躲在山坡下面有三个烟囱的工厂里。你还来不及想太多，灵魂便不见了。三个烟囱，三个烟囱。哦，随便啦。哦，是在里面啦。哦，锯一下，锯一下，怎么都是这个啊？许基好深，你决定继续往前走，但体力消耗许多，好累啊，太花时间了。哎，这是晚上十点了吗？我觉得我们休息吧。哎，也太莫名了吧！没关系，他前面这个修好了，太好了。他这个修好了。火箭只差最后一个部位了，约翰，多亏了你。是是是，有时间收这道，不如帮我整理。好啊，不如我帮你收一些东西。好好地方不来放火箭零件，真可惜。谁跟你一样成天想着火箭啊？宇宙杖很神圣，好吗？柜子内都是镇里的东西，这些年拾荒顺手看到的，能带回来就带回来了。带回来？灵魂们有时候会拜托我把这些东西修好，女巫。你就是这点好，约翰。
别误会了，我只是希望如果能帮他们修复些什么，我的脑袋声音会少了一点。嗯，总是会舍不得。别说过别误会了，我只觉得很吵而已。你这种个性真让人担心。呵呵，好笑。哦，我们拿到了这个火箭。约翰，没事的，我会帮你们。帮他修一下这个，哇，一个灵魂石就，然后就可以制作这样子。哎，有十一样道具要收集啊！我的天啊！所以说火箭发射之前呢，可以把所有道具全部收集完毕，然后收集完毕之后啊，再发射火箭，可能会有一个 good ending。哇，这游戏可以玩很久哎，真的，这游戏可以玩一阵子了。我们还差材料，所以说我们还是赶快去找吧。要去哪里找？哦，这火箭放置的位置。好的，来来来来，先去睡个觉。方还在忙火箭吗？吵死了，敲敲打打，什么什么总是让人担心，什么鬼话？我在说什么？方这家伙可恶，给他爱上他了吗？可恶。爱上了方，可恶！昨晚没睡好，有点累。今天行程是什么？脑海里有什么东西一直占据着我？我们再把中间这部的材料给记起来吧。我们要去找那个该死的鬼吗？算了，我们先往上走好了。上面这个用圆锯应该锯得开。对，直接把它锯掉。好了，然后这个锯锯会给什么？给一些烂东西。这锯锯会给什么？又是这个东西。哦，想不到变成了一片树林，看不清楚。我们没有手电筒，所以没办法过来。好吧，没有手电筒无法靠近，那我们只好往这里走了。沿着路上就是火葬宇宙葬的发射台了，变成这样都快认不出来了。我觉得我们的关键零件应该要在这边，应该在这里就找得到了啦。火箭残骸嘛，我要拿到一个灵魂珠，不错。哦，走西侧啊，22号发射台，这叫雪靴。走这边看一下。有什么东西能利用的吗？破烂的雪靴啊，就没有破烂的雪靴可以用哦，在那边。这边有个仓库，把它锯掉。好，我们看到了一个需要 0.5 小时才能拿到的东西。哦，破烂的雪靴。耶、yeah, ，我们可以做雪靴了。我们待会再回去做吧，现在没有办法，他还没有办法立即做啊。不管了，不管了，我要前进。我就是要前进啊！宇宙战要开始了吗？期待啊，完全不想理。0.1 小时，这种东西，日记。又是瘟疫报告，尽管没有成功，我认为他们想要末日带来救赎的精神十分伟大。瘟疫后的四年，好了，这里没有东西了，我们往上走吧。欸，下面还有欸，那边我还没去过，继续走。哦，这里是哪里啊？灵魂纪念广场，0.1 小时，这什么东西？记忆，地球石，地球教会的仪式器具，每个孩子出生那天都会有一颗。了解。快点，快点，快赶不上了！哎，这个不是我小时候那个时候，这边是那个吗？这个就是那个啊！我们小时候，我们从这边走上来，然后不是会那个，会有一个广场，然后这时候这边都是人，现在全部变灵魂了。全部都变成灵魂了，通通变灵魂了。啊，看来还是得用雪靴。
不然我们走不上去。干，这势必要得回去了。回头吧，我们赶快做个雪靴，然后再上来吧，不然真的没办法了。回去，回去。山顶上的宇宙杖发射台，你怎么跑到那边去了？有需要这么意外吗，女巫？感觉你就是不喜欢宇宙杖，或是教会活动会敲掉的那一种。谢谢女巫费心哈，但山上积雪有点深，我得处理一套新的雪地装备组。但还好，我刚刚找到了一双破旧的雪靴。懂了，所以是要上山是为了试试新玩具，是为了找你需要的火箭外壳啊。宇宙杖发射台上应该有不少废材哦。哪有你这种女巫啊？小心点，山区遇到了东狼就麻烦了。你会担心？多少一点点。一点点，真谢谢你，约翰。一点点什么？什么事？谢谢你，要早回来哦。哦，谈恋爱了哦。耶、yeah, ，好想交女朋友。耶、yeah ，好了，我们要做雪靴。做雪地装备 ，yes， 好了，我们做好了，到时候它就会自动使用了吧？那我们先去睡个觉，明天再去同一个地方，睡前准备一下明天行程 ，OK。昨晚没睡好，好了，我知道今天要做什么，目标明确，就是你了。走这边，我们就直接到那个上方就好了，不管了。哎、欸，刚刚有穿走路变超快的、欸，竟然说也要试试新玩具，哪有这种女巫啊？从以前就这样，都不顾别人乱说话。两年前奥博斯工厂，哦，有剧情。哎、欸，干嘛拿枪？出去！哦，约翰。就是那时候，那是两年前的我啊，这是两年前的方。我没有恶意，别过来，再靠近我绝对会动手。朋友，我别再靠近了，拜托你听我说，这里是火箭工厂吗？我有看到招牌，十年前就废弃了，什么东西？但工厂还能运作吧？还有东西留下来吗？十年前的东西我怎么知道？你给我退后！地球叫什么？我是地球教的女巫，别骗人了！宇宙杖十几年前就废止了，女巫还能做什么？你看得到对不对？我观察很久了，待在墓园，你却一直看着天空蓝蓝。通常只有我们女巫才会。啊干！开枪了，下次我就会射中你了。你也困扰吧？你到底想要什么？拜托你帮帮我，我知道你一直看到他们。胡说八道一堆。我想帮所有人送回宇宙。好久以前的事了。来自北方地球教的末代女巫，只为了重新发起宇宙杖，这实在太夸张了。从北部过来的、啊，哎、欸，从北部过来的、啊。哦，有了雪靴，真的是走好快哦，方便许多哎、欸。这样子就能去一些不太能到的地方，对不对？没关系，我们一样继续往左边走，然后直接略过前面那个山。我们需要的最后的材料在上方，我们快点过去吧。这边东西应该都探索完毕了，工厂检查站 ，Go Go Go！ 还真的完全没头绪呢。灵魂纪念广场，耶！雪靴的特殊能力，哦，原来要点一下哦，哇哩嘞！刚刚我以为效果已经发动了，真的是宇宙杖祭坛。记得宇宙杖举行时，女巫会站在这里祈祷。对啊，那时候我上来这边，小时候嘛。哇，现在石柱都崩了，而且这时候这周围都是人，我还以为这是金字塔，我还以为是金字塔、欸。带我们走，这是什么东西？第29届宇宙杖导览手册，交通资讯，
如果你是搭车前来的旅客啊，经过古柏路一段时，可以停靠在南边的停车场。如果是步行而来，欢迎您先与小镇休息一会。OK， 请把我们带走，老头啊！你怎么突然叫我名字？你要好惊死啊！老头，你说今年的女巫会是谁呢？嘟噜噜噜噜！我受够了女巫，有没有办法可以帮帮我？我会试着替你们问问看灵魂的，但别抱太大期望。漂泊们的灵魂，我知道你们希望回到故乡。女巫灵方在这里与你们祈求。约翰，跟女巫约好的宇宙账还没完成，答应我们把我们带走，我们会帮忙的。他们飘过去了，哇哦，飞超快的，哇哦，发光了，要超级进化了吗？超级进化，宇宙账要开始了，耶、yeah ！我们宇宙账要开始了，你们可以回去了，大家可以回家啦。这些都是我们的记忆。马可夫小镇宇宙账历史，今年是马可夫第三次举办宇宙账。虽然你是个小镇，但却有民间火箭工厂奥博斯闻名，超级工厂哎、欸！哇，超级金色的哎、欸，究极进化体。看不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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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怎么会看不到？前面的你挡到我了，这样子我怎么看得到火箭发射呢？各种灵魂欸，全部都聚在这边欸，聚一下好了，好多东西来聚聚。我知道聚五个小时，有了，入手了，就是你，我们可以回去了。Let's go！ 耶、yeah, ，回去修修了，太棒了，找他修，就是这里，就是这里。Let's go！ 最后一个零件，最后一个零件了。今天辛苦一点，明天完火箭就完工了，没问题的，我会帮你们送回宇宙。好，去睡觉，来困。火箭还缺什么东西？明天仔细回想一下，应该是就已经直接就修好了吧？方应该在制作最后的火箭零件吧？终于四处走走好了，晚点回家可能就完成了。又来了奇怪的声音。男孩子要坚强点，这台收音机给你，你要相信爸妈一定会回来的。这声音好像是认识的人。对了，是以前奥博斯研究员，工厂关闭之后，他有来看我。当初他给我的收音机，难不成现在还在那个地方？我整理一下思绪，希望还能留一点什么。以前那台收音机，坏掉了收音机，要两颗灵魂石。谁会知道坏掉的收音机在哪里啊？我以前的家在哪边？坏掉的收音机哦，它这边会有指示啊，可能丢在无线收站里了。沿着风力发电机那一条路，风力发电机那时候我们是往下走对吧？没有错，然后下面就很多风力发电。好，我们去那里看一下好了。沿着风力发电机往下走，那就是往右边啦，就是这个地方了。欸，不对啊，这边会到吗？我很好奇欸。算了，走看看好了。而且我们还差一颗灵魂珠呢。哥还差一颗灵魂珠。少一颗也是不能做啊，还是等一下在路上捡得到啊。或许吧，或许在路上捡得到。纪念碑 01， 又是一个纪念碑啊。举一下。哼，我们好多这个金属废料，超多的、欸，是这里吧？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找到了。我们先来拿，哦，这是零件，找到了。可是我们还差一颗灵魂珠，是奥博斯的研究员大姐送我的收音机，原来是女生啊！我什么时候丢到这里我都忘记了。哦，拿到一个灵魂珠，
灵魂要我找的东西都有了，回去工厂看一下吧。山下那栋房子是乔瑟夫的家，老爸住米和米市区时，经常顺道去他家做客。真的收完了吗？灵魂珠呢？灵魂珠刚刚也是不是也拿到手啦、啊？我看一下啊，灵魂珠哪里可以看材料啊？不是这个，这好像没办法看材料的样子、欸。算了，我们就先回去做一下收音机好了。然后刚好他这个也研发完成了，太好了，耶，yeah, 大成功！轨道角度调整，机翼导向测试板啊，到。导向板测试确认完成，这样所有检查都齐全了，我想没问题了。约翰，火箭复活，你小心点，别掉下来了。你才小心呢，站在热气控制阀那么近，烧死你！够远了。算了，约翰，这是第几号？14、13呐、啊！拜托你别搞错数字啊！可以回银河了。灵魂门又在，灵魂门又在骚动了，快！老样子，习惯就好。我不是女巫，我可不习惯，快一点吧！啊，别过来！我还没修收音机，就这样结束了。一定要先按着吗？准备好了，开心吧，约翰！你有机会暂时听不到灵魂的声音了。如果真的行的话，这次速度有点突破8公里，有机会。这样高度就会超过100了。8公里可突破不了第二宇宙速度。我知道，我们目标是每秒12公里。才能把宇宙障火箭送出引力圈。快点，灵魂门越来越骚动了，我快不能思考了。是谁一直找我说话？安静一些，我不需要，我需要专心。是，一样的步骤吗？嗯，我说好就可以发射了。飞行记录器启动。确认。制动器。确认。天后安全状况。确认。点火器。确认。朋友们。朋友们，虽然我们还无法送你们回家，但如果愿意，这一趟您可以试着与我们火箭一同上上。仅为荒凉献上祝福，为天堂留住幸福。地球在上，爆炸！哇，送出去啦！哦呦呀，安娜 ，fire！ 哇，这个动画做的酷哦。我的那个还没有修好我的收音机还没修好火箭就这样射出去了，有成功吗？哇，送上去了，这次应该是成功了吧？七十、80、99、102，太好了，约翰，高度超出整整2公里，下次几乎肯定成功了。约翰，你有看到读表吗？约翰，耳边的声音消失了。说过了，宇宙障的目的是将灵魂送往天堂。真的消失了，地球在上。不得不说，你惊讶的真失礼。10年来不间断的灵魂们相处，任何人解脱了都会开心吧？先别那么开心。发现火箭突破不了重力，他们很快就会回来。我不相信，真的听不见了。好吧，你就开心一下吧。别跳太后面，我怕你碰到热气阀。为什么桥断掉了？闪开！果然高度要够才行。为什么又回来了，方？没问题的，约翰。火箭还没脱离到宇宙高度，下次就可以带走他们了。你只会说没问题，所以说我们还没有送出去就对了。地球在上，我们快成功了，不是吗？喂，约翰，拜托你先离开热气阀远一点。这够远了。他好像……等等，什么？小心！哪里嘎？约翰重伤吗？不会吧？还是约翰也跟着挂了，剩方一个人。虽不想承认，但幸好有你一直陪在身边。约翰，慢生。我是不是不该哼？打破气氛，点点点，好了好了啦，真不领情，能让女巫唱歌很难得的。
拜托，安魂曲不是这时候唱的。哎，原来我受伤了、哦。谁规定的？哪有你这种女巫啊，痛！你看看，乱说话。你看看，乱说话就会这样，别动哦，我帮你换个药。以后这种时期伤口没处理好会死的。随便吧，我每天都看见他们了。约翰，反正迟早的，怎么？别说伤心话。去，你还没习惯吗？痛，你小心一点。不是约好了吗？好啦好啦，别说伤心的话。是，别说伤心的话。啊，死！一个月后。哇，结束了！抱歉打断您。如果喜欢约翰与方的故事，可以考虑解锁完整版的阿帕斯。嗯，感谢您的赞助与支持啊。嗯，那我考虑一下。先考虑一下好了 ，OK， 这就是我们暂时的完整版哦。个人是觉得不错，这是手机版的，目前只有手机版，但是我是用模拟器在玩啊，老头是用模拟器在玩，所以说呢，9月14号，如果你们要抢先体验，可以去手机 Google Play 那里下载。OK， 那么今天这个影片就先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呢，啊，直接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，或者下方留言，我是老头啊，我们下一次游戏实况再见啦，拜拜。